韩国网友这么评价张艺兴，十分希望他能多在韩国活动。这段时间因为金钟仁父亲去世，张艺兴未能陪伴其一起吊唁，在韩国引起了不小的争论，甚至还有艾丽之言，如果张艺兴再次缺席团队活动，他干脆直接退出 XO 算了。不过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小编翻墙看了一下韩网有关张艺兴的新闻评论，几乎清一色好评，根本没有所谓的退团之说。绝大部分人都觉得张艺兴本人开心就好，至于是在中国活动还是在韩国活动，他们并不是特别关心。虽然韩国粉丝尊重张艺兴在中国开工作室的决定，不过他们也非常希望张艺兴能够尽量多来韩国几次，他们能见到张艺兴的机会真的太少了。